我们看这题目，设一等差数列的第八项为负24，第14项为36，求前20项之和。那么在这里，这第八项，这是首项，加上八减一，这是7，然后去乘以 d，这 d 是公差。那么这是等于负24。我们假设这是第14，第14项，这等于 a1 加上14减一，这是13，然后去乘以 d，那么这等于36。我们假设这是第24。这时候我们用第24减第14，那么得到这相减 a1 消掉了，13d 减 7d 就是 6d，那么这等于36减负24，就是36加24，所以是60。因此呢，我们算出这公差 d 是等于10。那么我们带回第14里面，这首项 a1 加上7乘以10，这是70，然后这等于负24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到这首项 a1，这是等于这一项过去，我们得到的是负94。这时候我们使用这个公式，那么这是要求前20项之和，所以呢，项数 n 是20，因此呢，这等于我们这是二分之二十去乘以二乘以首项，我们算出这负94，所以是二乘以负94，然后加上 n 减一去乘以 d，那 n 是20，所以20减一这是19，然后乘以 d，d 我们算出这是10，所以呢，这等于20除以2这是10，然后去乘以2乘以负94，这是负的188，那么加上190，我们可以算出这括号里面呢是2。因此呢，这等于10乘以2，我们这里的答案是等于20。这个答案